你们聊天别聊太晚了啊，明天要一天呢，又要在这睡觉了。郭子，来吧，睡觉吧，来吧，睡觉吧。我们已经在这地方睡过一次了。哦，你们在那个哪儿？安吉的时候，安吉的时候我们就睡的是这儿，当时中间躺的是海泉老师。是每次来嘉宾飞行都要躺中间？对，就是我们要保护好他。对，来吧，睡吧。咱们关灯吧。哦哦，好棒哦！哇哦，怎么样，马老师？好暖和，睡帐篷不一样吧？嗯，我睡过。今天过去把那帐篷拆掉。我们去下个帐篷吧。我是冷笑话之王，你讲。愚公搬山，你知道吧？愚公他在去世前，他想对他的子孙们再叮嘱一番，但他实在没有力气了，他就跟他们说：“移山，移山。”然后子孙们说：“亮晶晶。”是不是挺搞笑的？我听过，对，挺好笑。有没有别的？有啊，在讲。有一个人去海边讲笑话，结果他一去不复返，为什么？海啸啊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这个他也听过。我想个厉害的，等一下你肯定没听过。我压箱底的，你肯定没听过。海啸了，好笑。还有一个，你的口在哪？我老感觉附近有人。哥，你在干啥？我能看着你。我关心你们，怕你们睡不好啊。睡得挺好。哎呀，哥，我们明天还要一早出发呢。我们大熊猫站在滑雪山呢。我们还要去看日出呢。是吗？怎么有声音啊？你早点休息啊。哎，有人放我们气，有人放我们气。这是谁？有人放我们气。你们这些坏人，没事儿要睡。这哥哥们怎么晚上精神这么好，早上都没什么精神。没事儿，你就躺下，没事儿。他们后面塌了，前面呢？摆烂嘛，这种。摆烂嘛，还有安全感。啊！救命啊！你们这些坏人，我们去给他们把那个什么给他们拆了。跟他们说晚安，他们以为有我们在里面。好了，弟弟们赶紧睡吧，晚安。好梦。明天叫你们啊，早起6点钟。出去啊？怎么？他去了？这已经出不去了吧？出，走，好，谢谢哥。Gosh， 快点逃离！谢谢。啊，这些人好累啊！